透过一来一往的交流，让我们深刻体会两岸年轻人互动是如此的浑然天成，欲罢不能，自来又热络，推动两岸学生交流是我此行最重要的初衷，也是努力的目标。而北京大学不仅是戊戌变法的产物，也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、心学图强的结果。我希望两岸年轻人。 未来能够延续这份精神，两岸之间能够和平奋斗，振兴中华。